你为的不是自己，你是为别人想，为别人想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出更多的东西出来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多一点？我两年前在屏东的牡丹乡，我们已经做了一家长照中心。我知道我们太阳能板每个月能替他省下6-7千块钱，所以我晓得哦，我能做太阳能板，可以节省别人的电，能做的话，何不赶快多做？我每次想到太阳一出来，就有台积电。上一次的 LED 灯的装设，那我们看4月份、3月份哈，就比去年的3月份哈就降低了400度，哇，这是很有感觉的哦。这次的那个太阳能装设呢，我从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开始非常的高兴，因为只要太阳一出来，我们的帮助就来了。走第一线这么多年，第一个反应他们需要什么？那我在想，有很多人没有这个经验的话，赚不到钱，都是回归到他们那边。台积电不拿的，不是宣传我们做什么，是宣传社会需要什么。我会把整个 pattern 去做到彰化，会去做到台中，我会整个台湾慢慢的走上来。这个点子不只是台湾，我也希望国际的人士可以看得到我们台积电在做些什么，他们也同样可以做，一步一步。